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，这个是我在你床底下找到的。你看，三个两元包，三个三元包，还有三个五元包。你太过分了，我藏在床底下的也被你发现了。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玩奥特曼卡片，有意思吗？啊！等一下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玩的不是奥特曼卡片，我玩的是童年。如果能回到童年，那该多好啊！再也没有母老虎了，也没有烦人的工作，那样我就可以尽情的玩卡包了。现在回到了童年，让我尽情的拆卡包吧。我要好卡好卡。SR，这就是我的童年，童年太快乐了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来吧，好卡好卡，兄弟们！奥特之王，来来来 ，SR， 再看一下 SR。来来来，又是 S 啊！来吧来吧，喂 ，SS 啊，托雷斯奥特曼也不错呀。来来来，这张这张这张 SR， 来呀！来来，哇，又是 SS 啊，终极赛罗，哇，这个不错呀。虽然开出了三张 SS 啊，但是我就是很开心。哇，童年能有母老虎，真的太爽了，小伙伴们。让你们的童年没有母老虎。